上的肌肤保养，不过往往会忽略，其实脖子才是透露年龄的最大罩门。医生表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皮肤老化或者是松弛是必然的现象。不过民众呢，平常可以靠着勤加的保养、微整形或者是拉皮的手术来改善颈纹的现象。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，不过脸上的保养做足了，脖子的呢？颈纹，原本以为只有25岁的脸蛋，不过一往下看，实际年龄藏不住。一般颈纹它主要造成困扰，就是会显露出女生的年纪，社交场合比较频繁的情况之下呢，它会有一些积粉或者是积一些汗。其实颈纹甚至更严重的鸡脖子都不是病变，有人天生下巴比较短，皮肤比较厚，容易形成皱褶，有人因为老化才导致皮肤松弛。手术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合并脸部的松弛啊、下垂啦，那可以做一些脸部合并颈部的一些拉皮或拉提。年轻族群可以靠玻尿酸、雷射等微整形改善颈纹，而鸡脖子情况较严重或是年纪较长的人，可以靠电波拉皮或是肉毒杆菌来抚平以及紧实颈部。凝胶也可以呢，做颈部轻拍的动作。当然，平时的保养也要勤劳，才能够拥有光滑又美丽的脖子。更多资讯请参考台视网站。这台北综合报道。